现在才不报的是台风动向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光要进去都觉得很困难，有没有？对面的全湿。现在什么状况？我们去台风天，我睫毛还在吗？对，睫毛还在，还在。啊，我全都是水，对，倒一下，倒一下，有点凉。对，想玩水的时候，其实蛮好玩，还可以做点家事，我觉得蛮好玩，我觉得很疗愈，很疗愈。就不要化妆去。今天呢，就是要吃这个东西，就是葱。吃葱才会变聪明啊！有这种吃的话吗？不是，是以形补形啊！是吗？以谐音补脑袋啊 ！OK， 所以我们背后这个绿油油一片，全部都是葱吗？对，他们都是葱。哇，都是好棒！那你像什么豆香？我刚刚想说，你看他们是不是可以吃葱？傻眼！我说对了吧？这是你刚刚称豆香，你跟我说这是葱，这是稻米。这稻米吗？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去找大哥，大哥会帮你剪的，拜托啊！我们先去找他。你等下再去跟大哥说，你等下去跟大哥说。大哥，我想要采这边的葱。我今天带两个人要来帮你采葱，采葱。他们说他们想要采那边的葱，那个是米还是葱啊？那个是稻米呀。你看，你看，那个是葱啊！那个是葱哎，那个才是葱啊。对啊，天天吃的东西怎么会不认得？对啊，不认得，真的是哈，葱就长这样多，葱就长。可是你们有采过葱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们是爱吃葱的吗？我超爱吃葱，我很爱吃。太棒了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帮你们采葱。对。可是采葱是不是？你拔得起来吗？你拔得起来吗？可以吗？试试多重，跟拔萝卜一样难吗？多重？大哥，你试看看。你试看看，大哥，你试看一次。我随便拔哦。我示范一次哦，一手。一手拔下面，这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对。那你这一株，你再试一次，这样拔，哎，这样子，哎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它就凹一下而已啊，好像很简单。你会吗？我会吧。会吗？哎，可以耶，大哥。哦，你好棒哦，你会拔葱。敷衍呢？大哥怎么？大哥连看都没有看，没看到你拔的。哎，那个这个土要打一打，打一打，打一打。哎，那既然这样子，我们总不能跟大哥这样子一道一直采吧？那我们要不要来个采葱比赛？每个人一行啊。每个人一行，来个采葱比赛，要不要？要这样，看到你确定？三二一，开始。要甩那个土吗？要啊，也要晃好啊。哎，我这样子算一把而已吗？不是这么多哎。五，一二三。哇！哎，我去晃，蛮得心应手的。我再看一下是。一三九，哇！我四九，四九，哇塞！四十，四十，你看到了吗？四十，五十，五十，老师，你看这速，我的天哪！教练，教练，你帮我们看一下。啊，少我们刚刚采的有没有合格？可以，可以。我必须说，是蛮累的。那我们采好这些葱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去回去洗呀。要洗，把那洗干净。剪啊。那我们就跟一人一包哦，拿一包。好，跟大哥走。好。你拿得动吗？这超重，这超重。可以可以，这超重。走吧，大哥。不要小看我们。你好棒。一百六，大哥。走走走走，赶快走。哇。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洗车方式，看起来超凉。对，我们都穿着雨衣，我们穿什么润肤村哦？哎，我们穿着什么润宁的？现在在播报的是台风动向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光要进去都觉得很困难，有没有？我天哪，这风雨好大哦！哇，大哥，你的洗车方式好特别哦。对，超干净哎，超干净，好白哦。洗完之后，这个泥巴全部都不见了。那大哥，我们帮你洗好不好？好好好。那要对着哪里抽？我示范一次。好好，没问题。我会吃水吗？这里是一级摇滚区哎。对啊。你只要冲的话，你等于洗澡了。对啊，等于洗澡。哎，他怎么都不会洗啊？夏天很凉。他是
反穿的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来来来，艾柔加油！这个水很大，这也很危险。那水很强哦。哎，小师，现在最害怕是摄影师，我跟你讲，我先帮你把这个拿过来，我帮你抓。好像那个船长，我帮你消防员了。要抓住，抓住，抓住，要抓住，要抓住！哇塞，哇塞！你没有在冲啊，你都在冲刺。有吗？你要把这个，你要把这个撕掉。我帮你把这个，把这个拔掉。加油，把这个拔掉，帮我拔掉，帮你拔掉，帮你拔掉。这也是感谢你，我们一定要分工啊，我们没办法自己完成。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。再冲，再冲。好，再冲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加油！你不能拔，你不能拔，不能拔。这个是那个游泳池 SPA 的水柱，哎，那个可以冲的，冲背，对，那你要冲背看看。也可以吗？帮我冲背，加油，加油！你帮我冲背，我帮我 SPA， 帮我 SPA 一下。它会很痛？不会哦。会痛哎，你确定 ？SPA 的水柱啊，你试试看。确定。哇！我的腰就好了呢，我觉得按摩。大哥说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腰型吧，什么？当时不要再玩了，你看。全湿了，我快先上！哎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来试试看啊！好来喽！哎，对对对，大哥，狂点头哎！哎，好，很好哦！这个，我这哎，我这可以一人作业，我完全示范给你看，你看。哎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你还有什么感觉？就是这样，抓到诀窍了，抓到诀窍。两位现在什么状况？我们去台风天，我睫毛还在吗？对，睫毛还在，还在。啊，我鞋子都是水，对，倒一下，倒一下。有点凉，对，想玩水的时候，其实蛮好玩，还可以做点家事，我觉得蛮好玩，我觉得很疗愈，很疗愈。就不要化妆就好。那我们还要补妆吗？需要。需要，好，我们去补妆，拜拜。步骤，来啊，对了，加紧。所以我们是要把那个黄黄的拔掉吗？系啊，那个先用啊，又起来呢。哦，又起来，又清洁。啊，这里，哦，黄色就黄色的，哇塞，黄黄的那种嘞。嘿嘿嘿，啊，还有这个又清洁，又清洁哈。阿姨，我这样可以吗？这不行，这都爱扔掉。啊，这嘛爱扔掉。对啊，不够绿的，要弄掉。啊，这么严格哦。啊，很严格呢。姐姐，大姐，我来当家不？我来当家。会了。啊啊，要吃多位？多位也当吃。吃几只啦？吃几只？这个白白的最好吃啊。这样子，这样小小一根那样，来最白的地方。千禧香米，来艾龙，这是你。先谢先谢。谢谢，现采的葱啊！干杯！哎，干葱，干葱，干葱。哦，很香的。哦，很香哎。瓜香不香的哈？一开始吃进去的时候，那个汁是甜的，它的辣是在你嚼着嚼着，对，会出来，然后变得很呛辣。嗯，有什么比这更新鲜？真的，现葱嘛，你要多吃一点才会超亮掉。好，来吃。哦。这是前面的，这可以吃吗？